好的，我们回到节目中。前几周我们报道了陆海空三军官兵 ，Our soldiers, sailors, and airmen， 这一年来在各个工作岗位上无怨无悔的付出，充分展现守土有责、舍我其谁的决心。而今天要延续各军种的战力，透过影像的回顾，我们可以看见每位官兵不论在战力、信心、士气 （capabilities）、confidence and morale。都有显著的进步，而这些画面不仅是你我携手奋战的共同回忆，更是了不起的军旅骄傲。是啊，不论你我的身影是否出现在影片之中，国人能够平安幸福的生活着，都有每一位官兵的功劳，我们都应该对自己的表现喝彩。接下来就请各位观众一起收看国军年度施政回顾 ，Check it out。姐妹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乃瑜。中华民国110年即将迈入尾声，回顾过去一年，即使面临防疫的考验，国防部因应敌情威胁、时代趋势以及建军备战的需求，持恒在训练上务实战备准备，精实部队训练，严密敌情监侦，完备联战机制，积极建构可视国防战力，达到为战而训、战训合一的目标。同时，面对非传统安全的挑战，国防部秉持超前部署、预置兵力、随时防救的政策，积极投入各项灾害防救的任务，并配合中央共同防堵 COVID-19 疫情扩散，支援全国各地区防疫消毒，用实际的行动守护全民的健康与安全。今年度国防部也公布最新版国防报告书，以打造坚韧新国军为主轴，向各界说明当前战略环境变化，以及国军官兵群策群力携手合作，为保家卫国兢兢业业、戮力不懈的建军备战实况。举光原地制作小组特别综整110年度重大国防施政，带领大家一同回顾这一年。是部队战力的全员，面对中共强化对台演训力度，并常态进行灰色地带袭扰与认知作战，单方面破坏区域安全与稳定。国军官兵冷静而警觉，运用联合勤监侦机制，严密掌握戮力战训本务工作，守护国家安全。为验证国军联合作战整体战力，年度汉光37号演习实兵演练，结合第三季战备任务训练，在我国海空域及本外离岛地区异地同时实施。过程中，各作战区采训练结合战备方式，以联战指管机制为核心，以敌可能行动设计想定状况。按照作战计划实施兵种协同、军种联合作战训练，以强化三军联合作战能力。今年演习重点验证科目就在屏东台一线加东战备跑道，实施战机起降及整补作业演练。空军各型机依序降落战备跑道，并由地勤人员完成油料整补作业，展现空军的精实战力与精密指管能力。
三军统帅蔡英文总统特别前往视岛操演，肯定国军官兵的精实训练与英勇表现。国防能力的提升才是国家安全最大的保障。近年来，国基国造与国建国造是政府国防自主政策的实践，今年也持续都有令人鼓舞的进度和成果。空军新式高级教练机完成首飞后，现正因交机规划及量产进度持续进行相关战术测评，稳定朝向民国115年完成66架交机目标迈进。在国建国造部分，采取整体规划、分批造舰策略，提出长期稳定造舰需求。今年海军新型2栖船坞运输舰玉山军舰命名下水，是海军第一艘万吨级的2栖运输舰，更是依据国防战训需求设计建造，是国建国造一个重要的里程碑。此外，快速布雷艇、胶艇以及高效能后续舰首艘塔将军舰交舰，如期如职依进度前进，展现我国全方位捍卫海疆的决心。此外，政府在新式武器采购及提升上也有具体成果。11月，空军嘉义基地盛大举办 F-16V 性能提升接装典礼，新式雷达及相关设备提升战机对空对面的侦搜及打击能力，构筑我国强韧的自我防卫力量，守护领空安全。国家的军队为塑建国军优质形象与升职全民国防理念，今年国防部举办一系列军人节庆祝活动，营造官兵有感、军民同欢的氛围。特别与桃园市政府及桃园大众捷运股份有限公司合作，推出国内首次的国军形象列车，车厢外观以明显的陆海空三军军武形象设计，传达国军守护国人、保卫国家的核心价值，并搭配身穿三军服装的亲善大使柴小宝，守护民众，直达美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国防部今年以国军的颜色就是国家的保护色为宣传主轴，首次运用 AR 科技举办国军 AR 亲子彩绘趣活动，让小朋友们发挥想象力为国军着色，当独一无二的国军娃娃立体浮现后，让小朋友们对国军官兵的身影留下深刻印象。此外，国军年度艺文大使、国军第55届文艺金像奖在11月完成颁奖，国军组、社会组各项作品融合军事氛围与元素，并与时下年轻人的活泼与创意相互激荡，呈现出当代国军艺文软实力的丰富内涵，更展现全民国防力量的扎根与延伸。
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，政府团队用周延的措施与应对，带领台湾成为世界上抗疫的优等生，更向各国展现出台湾 can help 的精神。国防部身为政府施政团队的一员，面对今年度各波严峻的疫情，国军官兵始终站在防疫的最前线，守护国人生命安全。面对看不见的病毒，国军医护人员协助各地方政府开设快速筛检站，检疫勤务派遣超过15000人次。国军化学兵部队深入全台各个角落，官兵身穿密不透风的防护服，忍受高温执行防疫消毒任务。尽管挥汗如雨，官兵们依旧从不含苦，坚定抗疫。此外，面对今年烟花、卢碧以及灿树等台风的威胁及致灾型豪大雨的影响，国军投入日制及部署的官兵近7000人次，轮甲车659辆次，胶州66艘。因应旱灾威胁，国军派遣工兵部队协助执行水库清淤作业，并使用人工增雨、运水及进水等方式与民众携手渡过难关。国军官兵再再用实际的行动扮演稳定社会、守护家园的安定力量。双十国庆大会以民主大联盟、世界加好友为主题，在总统府前盛大举办，国军官兵也从不缺席，每年都是国庆大会焦点的三军乐仪队首先在大会中登场，透过组曲及精湛的花式操枪，给予观众听觉与视觉上的双重盛宴。国歌演唱的时候，国军 CH-4YSD 直升机也吊挂历年最大国旗，飞越总统府前上空，展现中华民国双十国庆的喜悦与骄傲。会进入主题游行表演时，国军组成的守土有责、当仁不让梯队由12架旋翼机队领头，紧接着由6架空军慢速机队及15架快速机队编队通过总统府前上空，展现国军坚实的战力及平日陆力战备准备的成果。地面游行的部分，国军救灾、抗旱、防疫有功的英雄梯队率先出场，随后国军救灾防汛装备梯队、国防自主装备梯队依序通过主席台，接受国人的热情欢迎与掌声。仪程最后，空军雷虎小组以5G大雁编队冲场，飞越总统府，用扇形展开，为国庆大会带来最高潮。国军官兵用精彩操演为国家庆典增添光辉，更在友邦代表、华侨及国人眼前展现官兵时刻戮力战训、守护家园的坚强实力。透过以上的报道，我们了解国军将持续掌握区域安全情势，审慎规划各项重大国防施政，并建构精锐的国防劲旅，守护中华民国的自由与民主，确保国家永续生存与发展。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我是王乃瑜，我们下次见。